大家好啊，今日系3月4日啊，星期四嘅下午收市过后，咁啊，恒生指数咧过往呢几日就日升日跌，咁啊，寻日大升完，今日又大跌啦，跌成600多点。不過咧，大概都見到恆生指數喺29,100左右咧，叫做有支持啦嚇，都要睇翻後市，尤其是科技股啊。啊，咁點解睇科技股呢？因為嗰個知識啊急升嘅情況咧，啊隔夜嘅時候又再見到10年期債息咧，去翻成1.5左右水平嚇，呢個係即係持續需要關注同埋緊張嘅因素。上個禮拜四其實都同大家睇過，就同大家講咧，就要避開科技。同埋生物科技，因為所有增長型嘅股份板塊咧，其實都係會受累翻嚇嗰個叫做即係知識急升嘅情況嘅。咁啊，反而咧知識急升係有利於一啲金融嘅板塊，包括銀行啦。咁我自己喜歡嘅中銀香港2388咧，今日大部分時間成為貢獻恆生指數升幅嚇最多嘅藍籌，雖然咧最終都係貢獻10.8点咁，但係你見到逆市之下咧。相對係一個避險天堂啦嚇，咁我諗嚟緊短線咧都仲係要繼續關注住嚇科技下滑，咁就金融股份當道咁嘅情況，咁啊即管睇埋兩會會唔會講埋啲貨幣嘅政策方面啦，因為市場有啊一啲放水降準嘅憧憬嘅，咁啊特別睇好銀行股當中中銀香港值得推介。